董事长，你一定要买这件 polo 衫。什么牌子？连看都没看过。你不是说明天跟张导要去打高尔夫吗？打高尔夫跟买 polo 衫有什么关系？ 女儿是这牌子的总代理，全公司都买黑的，就你跟我买红的。打通任督二脉的业务攻略，做生意学心理，就在Tipami。